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贝利梅，欢迎收看 Intel Gaming 小学堂。今天要带给各位玩家的小知识是 Thunderbolt 4。Thunderbolt 技术是 Intel 在过去十年间所力推的高阶传输连接界面，目的是简化连线装置，保持游戏以及工作空间整洁和管理性，解放连接户并提供更多用途。时至今日，这个技术呢也来到第四代啦。不管在速度或是安全性都有显著的提升，那么这项技术对于玩家来说又有怎么样的优势呢？ Thunderbolt 4连接户具有每秒40G 的双向频宽，这代表可以高速将资料移入或移出外部储存装置。比较常见的应用像是外接升级硬体，让轻薄笔电扩充高效能显示卡以运行 3A 游戏大作或复杂的图形运算，或是连接 SSD 用更高的速率扩张储存空间。透过 Thunderbolt 4基座可以增加连接至笔电的装置数量，例如将电竞滑鼠、键盘、储存装置和最多可达两个 4K 外接的萤幕透过基座连接到电脑，只需一条 Thunderbolt 4缆线就能达成，并且还能同时向相容的装置供电，包含笔电本身。总体来说， Thunderbolt 4提供更高的连接弹性，让你只要连接一个基座就能同时处理供电、充电、高速资料传输与外接萤幕和周边装置。好啦，听完这么多，相信大家对 Thunderbolt 4也有更深入的了解啦。以上就是今天的 Intel Gaming 小学堂，大家记得按赞、留言、加分享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啦，大家拜拜。